敲响平安钟，传递最大的祝福。台中市副市长郑兆兴为木星木爱活动拉开序幕，市府多位一级主管出动。好，苦难在哪里，慈济就在哪里，所以今天这样的活动，台中市政府势必要来响应。爱心市集摊位超过140个，除了志工社摊，还有51个爱心企业出钱又出力。一同来参与这个赈灾的活动，让我们每一个企业的小力量变成一个大力量。除了台中市政府前广场，还有彰化艺术馆和园林公园。中部的爱心啊，汇集起来，能够回馈0403的这个受灾的乡亲。我想让除了大家能够见苦知福以外，能够把大家的爱心汇集起来，大爱共善，送爱到花莲。林小弟弟跟妈妈从家里带来竹筒，零钱全部倒入爱心箱，就是希望他能够培养同理心啊，然后人力己力嘛，吼，对不对？慈济志工带领大家静心唱诵，祈求天下无灾。台湾人引以为傲的就是这一份爱心。感谢慈济师姐们，大家在上人的号召之下，不断的把上人的一个目标呢，不断的这个向前执行。驰援0403花莲强震，各地爱心动员，一起帮助受灾乡亲。大爱新闻，欧阳光辉、赖静源、庄志雄，台中彰化综合报道。